记得又感冒了，打喷嚏，看病好不好？哦哟，好重啊！局部肩。哎，中分。中分。哦，力气好大，我跟你说超级大。哎，放开毯子，放开毯子。好了，就是打喷嚏，你看嘛，他眼泪稀稀的，流眼泪。把手帮扶一下墙。中分，你怕什么？好了。没得。这次没什么反应，上一次插菊花的时候，可激动了。过来几次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他来的少。这还比较好。你看眼泪都要流下来了，这个人。我已经擦个眼泪，可怜宝宝。给医生看一下。有口水吗？这边还好，可沉了，我跟你说。好嘞。放！哎呀，好啦。哎，就在这儿，不要动，称一下重，宝贝儿。哎呦。4.8。哦。打针针。抽血。还是要打针针。剪过的还是往这边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哇，真棒！哇，真棒！瑟瑟发抖。嘿，什么？看啥？也有这样吗？还有。给拿着来。也有。你就电着他。就是只是晚上他去电着他睡觉而已。如果你在家电着他，他们会一起睡吗？不会，只有中分喜欢钻被窝，另外两只不喜欢钻。走吧，走了，回家了。